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北。大家好，我是豆豆。我们是高低组合。高低组合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今天高低要说慢才组合。哎，就是要说慢才，就是要说慢才。今天是体育专场，来了很多体育界的朋友，对吧？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梦想，小北想长个儿。我想参加奥运会啊，你想里面很多项目我都很喜欢。比如呢？比如说奥运会的速度滑冰。那需要天赋很难啊。奥运会乒乓球，那竞争激烈很难啊。奥运会足球，参加女足很难啊。男足啊，我只能参加男足啊。男足别说了啊，别说了。奥运会四年一次，对吧？我想咱们既然要参加，来个那种男的，你知道吧？就是铁人三项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铁人三项我知道啊，喝酒烧烤直播嘛，那是老铁三项。铁人三项，游泳、自行车、越野跑。哦，这样咱们来一下，好不好？行，那我干嘛？你当解说，我当解说，可以吧？行，好，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本次的解说员小北。我们看到中国运动员豆豆已经开始热身了，他扭了扭脖子，从床上坐了起来，从。准备起床，准备热身，好吧，动起来，动起来。Okay, 好好好，三二一，走。如果花朵再时，中央都被一指，外国人是汉族，细胞民族一指。热热很久啊，一热热一个半小时，游不动了呀，游不动。就简单拉伸一下就可以了。拉伸一下，好啊，好。豆豆开始对着镜头拉伸，拉伸自己的胸大肌、背阔肌、苹果肌，这个没必要拉伸吧？还有他的小心肌，这个赢不了对手啊。这没必要展示啊。好啊，我们废话不多说了，观众朋友们啊，我们铁人三项马上要开始了。第一个项目就是游泳啊，豆豆站在了泳池旁，他戴上了泳镜，戴上了泳帽，穿上了泳裤。我穿了的。我穿了的。豆豆他脱掉了泳裤。不要脱啊。就是要穿着游的呀，游泳要穿泳裤。当然了，别想了，快！这次这个跟豆豆一起比赛的选手都非常恐怖啊。第一个是来自美国的菲尔普斯，这太恐怖了，这怎么比啊？好，非常厉害。第二个是来自东海的龙王，这都不是人啊。第三个是来自日本的贞子，他会游泳吗？你别管会不会，你就说他恐怖不恐怖。快开始吧。好啊，马上开始了啊，运动员们已经准备就绪啊。裁判发令枪响，豆豆应声倒地，应声入水，那个播不了。okay, 应声入水、裁判发令枪响，豆豆一马当先应声入水啊。但是暂时领先的是海天蚝油。海天蚝油为什么会这么鲜啊？海天蚝油加一点就好鲜好鲜。你俩搭的真好，我的天！你要干嘛？你要几个？这也太鲜了吧！不是，你管管我，管管我，管管你啊！我会蝶泳，你会蝶泳，会蝶泳。好啊，豆豆开始蝶泳，蝶在他下面的是菲尔普斯，不是蝶在一起，不是蝶在一起，换你。杨勇，好，杨勇，男，28岁，青岛人，在水下拖着豆豆奋力前行。哪个杨勇啊？青岛杨勇啊！自由泳。好，豆豆一脚踹开了杨勇，自己一个人游，他都自由了。这也太多谐音梗了吧！收钱，收钱。我有个必杀技，必杀技，我用必杀技，必杀技。OK， 啊，豆豆用自己的必杀技，他开始用闭气游法，他一口气游了2分钟，接近了。随着名次浮出水面，3天后，豆豆也浮出了水面，死掉了呀！死掉了呀！太吓人了呀！竞技体育就是这么残酷，你不要把我说死呀！后面还有两个项目。第二个项目啊，第二个项目是自行车啊。豆豆开始找自行车啊，他找到了，开始扫二维码。共享单车，谁打比赛用共享单车呀？来不及了，豆豆飞身上车，好，骑了50米，他觉得不舒服，又飞身下车。为什么又下来了呀？你没解锁呀？那我刚扫的是什么呀？你刚才扫的是提取公积金的二维码。我不要提公积金，那我提了多少呀？你提。没有啊，效果没给你交公积金，没交公积金，没交公积金，没交公积金。你别开心，你快跟我一起维权啊！我跟你维什么权啊？不给我交能给你交吗？
效果，还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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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好啊，还了还了啊。好，豆豆如愿拿到了公积金啊，扫辆车继续比赛，这么顺利吗？对，三天后豆豆死在了半路上。怎么又死了呀？你被公积金攻击了呀？神经病啊！你这样，你来青岛是不是有点肆无忌惮了？快继续下一个项目。好，继续啊！好，最后一个项目，最后一个项目，越野跑啊！最后一个越野跑，豆豆开始跑了。他跑了一公里，跑了两公里，跑了三公里，他从跑步机上下来了。不要练了呀，这个是不要练，直接开始，直接开始。好啊，好，随着这个比赛进入到最后的阶段啊，对选手们的体力是非常大的考验。豆豆开始高抬腿，开始开合跳，开始深蹲，开始翻跟斗，翻跟斗。不会翻跟斗，继续往下。不会翻跟斗，不会跳。好好，在他前面是本次比赛最大的热门啊，来自日本的贞子。贞子怎么这么快？因为没有人敢跑在贞子前面啊。我不管，我要超过他，我要加速啊！加速啊！最后五十米啊！最后五十米啊！豆豆开始加速了，他开始加速，他冲了，他冲了，他冲了！网盘会员哪个加速啊？物理加速，物理加速，好啊！豆豆开始物理加速，加快了摆臂，他双手向后，他摇起了花手，他开始嘲讽贞子。这个时候不要惹他，不要惹他，不要惹他，冲过去就行了。豆豆跑得非常成功，他超过了，他成功超越了贞子，第一个撞到终点线。Yes。冠军，这次没死，哎，好。豆豆气喘吁吁地跑到了领奖台，大声地呼喊：“我喊了什么？雅典胜利了！”还是死了呀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